谢谢主席啊，我们都配合你的时间呢，难怪咱没有人来啊，我用跑的都来不及啊。主席，我想请我们那个部长好了。好，我们请部长，给你五分钟好了啊，你跑那么辛苦哈，来。哎，其实哦，我们应该照时间来，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好，哎，部长，你敢知今年迄个违规的加偌济件，加几趴？那违规案件呐、啊？违规案件我们是在减少啊，不是在增加、哦。增加将近6%，5.99%，也就是增加10,000件呐、啊，还不包括先例啊，还不包括这一次的这个统联事件呢、啊，你知道吗？我这很奇怪，你道安汇报啊，这道安的安全的钱变这么少，你有没有办法哈、哦？啊，来维护啊，啊，你这个道路这个交通安全啊。这第二个哈、哦，我想。部长，你也不用回答了啦。五分钟哈、哦，我把问题告诉你。另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执行预算的问题哈、哦。现在99年度啊，公务预算有200多亿哈、哦，那么作为基金也有300多亿，还有我们的重建200多亿啊，扩大公共建设呢400多亿，那么一年就高达1350几亿啊。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执行？我现在担心这个啦。保定，你回答解决不？这个最重要啊。当然我们必须要卯足全力了。卯足全力，我想哈、哦，我们很多的案件哈、哦，包括啊、这个97年度啊的执行力哈、哦，啊93到97之间呐、啊，2000多亿啊，它其中有28项的分项计划、啊，目前仅啊这个8号衔接西滨公路工程1项完成哈、哦，那么其他。啊，这个计划落后的比例啊，有17项，高达73%哈。那么这一些工程落后的部分呢、啊，应该要加强嘛，要不然你这1000多亿的预算怎么去执行呢？对不？第二个呢，就是说97年呐、啊，我们工程采购标案完成70%，但是呢，实际预算执行啊，只有25%多，太少了吧？啊，你预算这么多，啊，你一年执行的能力这么低。那你这边加几个？我想委员这些数字，我们回去查一下，好吧？我们给你一个书面资料，好不好？这跟我的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欸，完全不一样啊！对，好，你就我们会后给你一个书面资料，会后给我一个资料，好不好？好，因为像这一些计划，我现在很担心呐、啊，因为这个不只说牵扯到我们啊这个水灾的救灾进度，了解啊这些灾民能否尽速恢复正常的生活？是。另外，预算的执行也关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所以了解、啊、不止公共建设哈、哦、要做，我们的经济活力也要注入嘛，对不对？现在景气啊不是那么好哈、哦，那么到底我们的这个预算有没有办法执行？如果能够切实执行的话，那么也可以提升我们国家了解啊的经济发展嘛。另外还有那个，我们有10项设施被要求在年底前完成活化哈、哦，啊这10项有没有把握可以完成啊？这是不是请市长说明一下？市长回答。谢谢委员的关心哈，那个委员关心的大概就是我们有关停车场有几个这个是低度开发低度使用，还有5个是已经有闲置的情形，这个部分行政都有列管，每个月都在开会，那我们会辅导地方政府来做活化。不是你们被要求这10项在年底前要活化吗？啊，你这么好，你两块收我时间都贵啊，有没有把握来完成嘛？这个可以活化，是年底可以活化吗？要地方政府他们要来配合才有办法，我们是去辅导他啦，因为这些停车场都地方政府主管的。我来水电厂卖过门啊，好了，但是我希望哦，我们交通部呢就预算的部分哈、哦，加强执行了，好不好？是啊，不止让灾民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也可以提升啊我们经济的活化，好不好？是，好、啊，加油，谢谢。谢谢。好，谢谢蔡锦龙委员，向我们请江玉雄委员也是一样3+2。